陈翔军叫江城下去，张东宪出来接球，张东宪突然急停的中距离出手进，太累了，下进去。本身就有211公分的高度了，哦，又是15，张宪超到。赖田连续的两次超截，低迷的。所以啊，许俊哲教练刚才提到自己球队去年的三分球，我想这都是大家希望能够突破的部分。哇，中线上来马上就来个中距离，他的首度领先，底线的中线拉杆出手球，高难度的动作。反应很快，对，野兽 good pass， 再给周线，对，一周可能嘉瑞都没办法上场，对，这个对工程师来说也是个损失，哇，这，就是靠高国上来连续两颗三分把比赛又拉了回来，国豪这场比赛已经拿下了11分了，张中线的外线，也立刻换颜色，马上。你可以给我得到什么？那我要看你可以展现什么。是，中线哦来了，他的喷射机起飞。张中线前入在左边。